夜曲赛人进化了，重新灌录。是。哇，这音响加大。你是不是也是生气的人？不是。队长也是队长。蒙骗死神之人。来吧来吧。二十级。先展开我的防御。无法被攻击命中，但状态即使结束时会被打倒，所以他要在这三回合内把我打死，那我就要防住了，不是吗？哇塞，接地可以把我的墙打烂是怎样？展开我的防御，计时延长。受不 了, 了，我们融合吧。好可爱哟，这只最可爱了，这好可爱。那我先把下面那只打掉。闪电击中沙子会生成闪电熔岩，是天然玻璃，变成玻璃属性。OK， 还有这种那么特别的、啊，我、哦、好险。单一目标，击中的目标对玻璃和金属目标施加共振效果，试看。共振应该会更脆弱吧？哎、欸，失手，是打不到吗？这是打不到的意思吗？哦，哇，有了，在暴击，玻璃碎片生效。近战攻击角色都会受到玻璃碎片的伤害。当技术达到三，就会被震碎，立即打倒。哎呦，那我刚前面如果成功，早就成功了。哇，他们两个在互相想帮自己先回个血吧。又失手。欸、扣到他、欸、玻璃碎片可以扣到他、欸、玻璃涂层，我的老鼠会，我的黄金老鼠会撑着的，各位、啊，共振二杠三，可他也快死了。哇，七十三！不急，我们再回个血。嗯，好，就剩你了。格挡。哎、欸，可以耶，格挡可以把它反弹啊。然后这样格到结尾就赢了。没事，没有用，复活也没用的。这格挡这招是一 v 一神技耶，只要对方近战打不赢，嗯，好，结果他自己直接倒下，不错不错，这个组合，嗯，第二个道馆不是道馆，队长，普塔。可使一盘磁带立即升一星，哎，好强哦！威力90，哎，好强哦！摧毁墙、飓风，谁可以装啊？我们的女妖能不能装？可以，飓风可以装，远程攻击，那还不贴？这个很强哎。自动
若使用者陷入十八状态，则自动恢复全部生命值。感觉是可以配出一些 combo。现在看起来，哎，那个是火箭吗？我要找的火箭就是它吧？这个应该就是我要收服的其中一只。喂，它嘟了，来吧，子弹仔，下回合就可以把它录制起来，多重射击，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。自我毁灭，对空气系目标发动火系会产生空气墙，太克制了，这克制人太强了。火系有没有烤面包的来？直接用飓风打了，哦，直接100%。220，而且还是全队220，这太强了！神招，现在可以按下 Shift 键短距离冲刺，我就知道它是重要的东西。我可以撞的吗？哥哥，你吓到我了！等等，我哥，飓风吹起来吧！哇，凯莉变那么强，双杀！这个石头我可以，哎，别撞，别撞，这石头我可以撞，哎呦！这个太神了，太神了，多了好多我可以去探索的地方。哇哦，哎，这个屋顶我们是不是要去探一下？哎，是不是上一个建筑我也没有进去那个屋顶？我只有打完外面的人，我记得。想起来了。又是一道风刮过去，哎呦，两个都快死了！生气的人，圣林中圣士威力200，击中的目标。Oh my shit！我觉得我可以用这一招给我的羊，然后让他去打刚那个大天使。装了装了，这个威力要，这个要点数要全满才能用一次啊。我们到了那个营地嘞，以前凯莉在的一个营地里面。啊？屯宁。莫宁屯 ，Morning 屯 ，Morning 屯周边探探路，生气的人，哎呀！哦，刚好，你没有第二次了。好多生气的人，不要不要不要，不想打。
哎哎哎！Hello，哎哎！哇！那试驾，哦，我觉得这次凯莉这次真的好强，血又很厚。分贝女妖到底多强啊？生命值135。那我羊扛不住，羊不是127，OK。他会不会是要跟我，他跟我打？等下，这里有一个人，这屋顶上有个拉杆，是有办法上去屋顶的意思。嘿嘿。难得倒我这个小王子吗？飞喽，过来！试试看，这样不会比较快？OK。遇到了，从头上有成就。5颗星了，摩卡布拉，令使用者生命值减半，并分给目标，献血。这可以玩出什么套路吗？我想想，可以献血加走投无路，先开墙，再献血，再走投无路。先趁他在这里的时候，这里好多人哦。我们挖掘工作做得非常好，他们在挖什么啊？品质一流的洞，他们要挖到大天使。真的。Oh no. Honey，加入我们盛大的派对，真的很邪教。Sorry。所以凯莉是这个镇的二把手。哇，我还没打赢前一个就要打这个，不行不行，我们连16等那个都还没打赢。好多。怎么可能不被他们看到？OK。这样也被撞。我想要录制下面那只零道枪龙，感觉蛮强。又是一个火系的。
扣得好哎。这样也才39%几率。100。这应该就是队长那一只了，有机会升到更高。50%，无视对手的强，有62%、欸，都是远程。这只可以练，这只可以练。这样子，我应该会把响尾蛇换掉了。可以，我们可以回去了，可以回去了。来了。我们头骨上的青蛙要进化了，是野人领主，看不出来。